要幸福，就要努力追求。我想确定幸福是什么。新婚娇妻林依晨和金曲奖歌王林俊杰首度合作拍微电影，为香港知名的游乐园代言。片中两人畅游乐园每个角落，林依晨和姐妹淘欢乐同游，林俊杰则独自拿着相机边玩边拍照。两人分开玩，在一起的镜头虽然不多，不过林俊杰表示，拍摄过程中和林依晨合作默契绝佳。觉得我一直蛮欣赏依晨的，因为看他的作品也好，我觉得他整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人，然后很会演戏，然后私底下又很真的一个女孩，很快的就可以进入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啊，跟默契，对啊，所以还蛮棒的，我觉得。我看见幸福了。影片全部在乐园里取景，林依晨和林俊杰从白天玩到夜晚，大喊赚到。代言活动上，林俊杰看到乐园的招牌玩偶现身，更是笑得乐不可支，还唱起他最喜欢的卡通《阿拉丁》的主题曲。A whole new world, a dazzling place, a man to be。小时候会想说，有神灯，我希望可以环游世界，我希望我可以就像阿拉丁一样，坐上他的这个魔毯，然后飞来飞去，好像这个愿望成真了。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其实是透过工作的过程来可以环游世界跟飞来飞去。游乐园业者则表示相当重视台湾的市场，除了请林依晨和林俊杰担任大使，传递幸福满点的游园体验，也精心打造灯光秀、烟火秀和夜光花车大游行等主题活动和游乐设施，迎接即将到来的耶诞和跨年假期人潮。中央社记者简玉琪、王一文台北报道。好，中间。